好，同学们继续回来啊。杜老师呢，这也是一个新知识啊。杜老师通过一个例题告诉你啊，水的密度多少是一，是不是？是。克每立方厘米，酒精多少？0.8克每立方厘米。但实际上咱们平常喝的酒啊，不，咱们不喝酒啊，杜老师也不喝酒，咱们同学不喝酒是吧？嗯。就是有些家长喝的酒啊，它里面不可能纯酒精啊，它里面酒精和水勾兑起来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说这个水跟酒精一旦勾兑起来以后，这个密度还是0.8还是一吗？应该不是了。肯定不是，是不是？嗯。肯定不是了啊！酒精里面一旦加点水，它的密度肯定比0.8要大，嗯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水里面要加点酒精，它的密度肯定比一要小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0.8到1之间啊。那到底是多大呢？我怎么算呢？啊，这么算，我告诉你怎么算啊！你先记个公式，平均密度啊，如果是由几种物质混合的，比如说几种液体混合的混合溶液。当然咱们将来还有一个合金啊，比如铝合金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就是铝里面再加点其他金属合成的叫铝合金啊。那它们的平均密度就用它们的总质量除以它们的总体积啊，总体积。但这个时候有的老师，我听过你那节课，就是物质的组成，水是由水分子构成，酒精是由酒精分子构成，分子间还是有空隙的。嗯，一升水加一升酒精总体积是小于2升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咱们这条你不考虑那个了，你要考虑那个谁也做不了啊。所以这地方是不考虑分子之间空隙问题而影响的体积变化啊。那如果说一升水加一升酒精总体积就几升？2升。两升，不要考虑比那小了，不考虑那个啊。好了，那咱们抓住这个啊。哎，你说一升水加一升酒精混合后的平均密度，让你猜一猜是多少啊？嗯，0.9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1+0.8=2。加权平均嘛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这个同学10岁，那个同学8岁，他们俩平均年龄肯定是9岁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第二题呢？1000克水跟1000克酒精混合的平均密度呢？嗯。也0.9。应该不是了，因为它那个1000克酒精的体积就不是，应该不是1升。那你现在是不是开始怀疑你的猜是不是有可能错了？嗯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那我估计我要先问你这个的话，你就说这个是0.9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先问你这个，你就说这个是0.9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不对，啊也对，这到底对还是不对？这不一定啊。那咱们算算啊，第一个啊，姐，啊，这个。理严格来说，咱们初二初学的时候需要一些已知求解答的啊，那已知求杜老师就省了啊。你在学校的时候听你们老师话啊，要不然老师可能让你错啊。但是杜老师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真正将来中考的时候不用写已知求解答啊，只要写解和答就可以了啊。咱们这些解啊，第一啊，但是一定要有公式，咱们物理里面一定是先要有公式的，然后再带入物理量。带着物理量的过程中，单位是不能丢的啊。这个题目你看啊，这个题目你看啊，一升水和一升酒精属于什么相等？嗯，体积相等。体积相等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总体积多少？2升。两升两立方什么？分米。两立方分米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好，那上面的总质量是不是应该水的质量加酒精的质量？是啊。啊，水的质量应该这样，一升水。这两立方分米就这么写吧，一升水是1000毫升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吧？就是1000立方什么？厘米是不是？是。水的密度是多少？是1克每立方厘米。是不是？是。不，这方法不行，通过这方法跟你讲呀，你就把我讲晕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咱们现在的密度的单位特别少啊，这密度的知识太少了啊。这个计算一下跳得太快，我先把这给你列出来吧，待会不用这方法讲了啊。这是水的质量是不是？是啊。再加谁的质量？加上1升酒精的。一升酒精是不是也是1000毫升？是。1000立方厘米是不是？是啊。酒精的密度多少？0.8克每立方厘米。0.8克每立方厘米是不是？是啊。这上面水的质量加酒精质量，它们什么质量？总质量。总质量是不是？是啊。下面是一升水加一升酒精是不是？是啊。那就是两升，两升是2000多少？2000立方厘米。2000立方厘米是不是？是啊。
上面是总质量，下面是总体积，一除它确实是零点八啊，哦确实零点九啊，你算一下啊，这么算的。但这个你现在我这讲的稍微有点快啊，因为你现在想着 rho 等于 m 除以 v，m 等于 rho v， 现在你不熟悉啊。这样，我用一个公式推导的方法啊，公式推导的方法，就推导一个公式，第一是体积相同的两种物质混合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等体积混合，那我就干脆说它体积是 v。它体积是 v， 哦，你看平均密度啊，总体积是不是应该是两个 v？ 是啊，对吧？嗯。总质量，总质量是水的质量加酒精质量，嗯，对吧？对啊。水的质量加酒精质量，质量 rho 等于 m 除以 v， 那 m 应该等于什么？rho v。rho v 是不是？是啊。那它应该是水的质量应该用水的密度乘以什么？水的。体积啊、水的体积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酒精的质量呢？是酒精的密度 rho 酒精再乘以 v。v 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这 v 都一不一样 ？v 是一样的。一样的，现在的 v 可以怎么样？约掉。约掉是不是啊？所以答案就是什么？二分之一个什么 ？rho 水加 rho 酒。rho 酒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哎，你刚才猜对了是不是？嗯。直接拿多少？零点九克每立方厘米，那直接拿一克每立方厘米，加上加零点八克每立方，零点八克每立方厘米，再除以几？除以二啊，多少？零点九，零点九是不是？克每立方，克每立方厘米，好。所以如果两种混合物体积相等的话，那它们的平均密度就把它们俩的密度加起来除以几？除以二，除以二，啊，但是下面就不行了，下面不行了。我们也推导一个公式啊，推导公式。你看下面是属于什么相等啊？质量相等。质量相等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既然质量相等，我就这样，我设你前面那个质量是 m， 后面那个质量呢？也是 m。也是 m 啊。那总质量是多少？m 二 m。就是 m 加 m 二 m 是不是？是啊。总体积是不是水的体积加酒精体积？是、啊。从这边看，密度跟质量除以体积，那体积呢？等于质量除以密度。质量除以密度是不是？是啊。好，质量除以密度啊。那水的体积是应该是水的质量怎么样？除以水的密度。除以水的密度是不是？是啊。酒精的。是酒体积呢？是酒精的质量除以酒精的密度。非常好。上下质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是啊。你水的质量跟酒精质量一样吗？嗯。那这 m 可不可以消掉？可以。嗯，你把这 m 提出来可以消掉是不是？嗯。它是不是应该等于二倍的 rho 水分之一加什么？rho 九分之一。rho 九分之一，这个式子通风化简以后应该等于这个啊，多了数学比较好，直接写出来。二倍 rho 水 rho 九，下面是 rho 水加 rho 九。这个式子跟这式子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啊，不一样。所以所有分开它应该这样，上面是多少？是二乘以一乘以零点八，一点六吧。一点六。上面是一点六，下面呢？应该是一点八。一点八是不是？是啊。克每立方厘米，对吧？上面写错了，立方厘米，这是方立方厘米是不是哈、啊？嗯。这方这笔不行了啊，立方厘米。这是立方厘米啊，笔写不出来了。十八分之十六，十八分之十六多少？啊、哦，九分之八是不是？是、啊。九分之八啊，九分之八，所以你看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是、啊。好了，那些这个公式，同志们啊，这个公式可以记住。啊，这是等体积混合，这是等质量混合啊，等质量混合。好了，那你自己稍微整理一下啊，整理完了以后呢，你自己把课堂笔记整理一下，然后把后面的作业给做了，杜老师稍微休息一下。等你做完了回来跟你讲。好了，休息回来，我相信听话的同学一定把课堂笔记整理好，把课后作业做好了，等着杜老师呢。密度是物质的一种什么？特性。特性。密度是怎么定义的？某种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。哎，单位体积具有的质量啊，单位时间通过的路程叫速度，是不是？是。密度的基础公式就是 rho 等于什么 ？m 比 v。哎 ，rho 等于 m 比 v。它的变形公式 m 等于什么？rho v。rho v。v 等于什么？m 比 rho。m 比 rho 是不是？嗯。这个密度只是等于质量与体积的比值，
但是密度是不是由质量和体积决定呢？不是。不是，它是由组成这种物质的材料决定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国际单位什么？千克每立方米。嗯。常用单位？千克每立方米，还有克每立方厘米。克每立方厘米，是不是？嗯。平均密度计算公式是什么？rho 等于总质量除以总体积。哎，这种混合物的总质量除以混合物的总体积，是不是？是。嗯，好，非常好。好了，课堂练习啊，填空题啊，这些跟刚才那课堂笔记好都是纯的啊，没关系，是你是学生，是人家是学生，听我的啊。实际上密度重要呢，就让你反复的练啊。哎，什么单位体积的某种物质的什么？质量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啊，谁是物体的一种属性？质量。质量啊，这实际上质量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啊，但是谁是一种特性？密度。哎，密度啊，这个都会是不是？是啊。千克每立方米，读作千克每立方米，是不是？嗯。当然还常用什么？克每立方厘米。哎，克每立方厘米啊，你写字母也算对啊。金的密度是19.3，现在怎么读啊？这个？应该是19.3×10³ 千克每立方米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含义就是体积为一立方米的金，它的质量是19.3×10³千克。哎，19.3×10³千克啊，就一立方米金的质量啊。90克的蜡块体积是100，它密度多少？太简单，90除100多少？应该是0.9，是不是？是啊。看哪是？嗯，你说的单位是什么？哦，立方米。是不是？是。那你算呢？我们要这么算，rho等于什么？m 除以 v 是不是？是。那是90除100是多少？0.9克每什么？立方厘米。立方厘米是不是啊？是。可是要化成千克每立方米呢？乘以10³。哎。0.9×10是不是？嗯。嗯。所以这是0.9×10³啊，别忘记怎么画的啊。但有同学这么办的啊，这个方法挺土的，但是挺好使的。他看到这方千克每立方米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他把这地方画成千克，90克等于多少千克？0.09千克。0.09千克。立方厘米等于多少立方米？10^6。100×10^6吧。啊，100×10^6。那就是10^4。-4。是不是？是。那这就出现千克每立方米了，是不是？嗯。0.09×10^4，是不是就是0.9×多少？10^3。10^3，是不是？是。嗯。然后老师，你干嘛不画成9×10^2呢？不行。啊，咱江湖有各行的规矩，咱们的江湖规矩就是必须后面保留个10^3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化成克每立方米，是不是特简单呀？嗯，直接把它去掉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嗯嗯。如果将这蜡块切掉一半，剩下半块的密度多少？还是0.9×10^3。啊，还是这么多，它不会变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看，你把质量砍一半，体积是不是也一半呀？是啊。嗯，密度是不会变的啊。一个铁锅质量这么多，一个铁锤质量这么多，质量比是多少？太简单了哈，1200克是不是？嗯。这是铁锅吧？是。铁锤多少？200克。几比几？6:1。6:1嘛，是不是？嗯。密度之比呢？密度之比应该是1:1。为啥呢？他们都是拿铁做的。哦，铁是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只要是同一种东西，你的密度是不变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有同学肯定在纠结，老师我不会做呀，我说为什么呢？我只知道质量之比，可是我不知道它们的体积之比啊，这跟自己找事是不是？啊，选择题，肉蛋质量越大，这对不对？对的。真对啊。对同一种物质来说呀，哦，不对，不对。哦，同一种物质来说就对了。不对。那同一种，那你敢说一桶水比一杯水密度大？错了。错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一桶水跟一杯水密度什么关系？一样的。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的不同种物质也不对，同一种物质也不对，密度跟质量就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是。啊。B 呢？嗯。这对的，是不是？对的。哎，等于质量体积的比值啊。C 呢？
哪队的？也是哪队的，是不是？无关吗？是不是？嗯。那个同学肯定不是，老师你怎么多选也不说一声啊？你说一声我骗谁去啊？是不是？嗯。我坑谁去啊？你说老师你怎么那么坏呀？我坑你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要不中考的人被中考的人被那出卷老师给坑了的话，那人可叫坏呢，我跟你说吧。啊，杜老师是假坏，那人是真坏。杜老师没出过中考卷啊，不出去。一出中考卷他就不让我教书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这肯定的啊，他就把我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中考完他要把我放出来。密度由物体的质量成正比，这错了是不是？是啊。跟你没关系是不是？嗯。那你要成正比，你说质量大密度大，那不行啊。好了，密度为周，质量为 m 的金属块，分成三等份，密度变不变？不变。哎，你三分之一的水跟一桶水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密度不变，但质量变成三分之一了吧？是、啊。所以选哪一个？选 C。选 C。这都很简单，对吧？蜡烛燃烧一半，那所含蜡这种物质的多少是不是减少一半？是。所以质量肯定变成原来的一半。一半了。那体积肯定变成原来一半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质量变成原来的一半，体积变成原来的一半，密度怎么样？密度不变。不变，所以大家选哪一个？选 C。对。好。关于密度的说法，正确的是固体的密度一定比液体密度大。错。嗯，举个反例，木头的密度是比水就小，是不是？是、啊。嗯。B， 刚才你错了一遍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不能再错了吧 ？C 是不是也错了？是、啊。所以选哪一个？选 D。D， 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，跟质量和体积无关，跟物质的种类有关，是不是？嗯。两种不同材料制成的，这就想告诉你什么？密度不同。哎，密度不同啊。大小相同，这个大小应该指的是什么？嗯，体积。嗯，大小，我就这个意思嘛，是不是？是。哎、嗯，大姚明，那就姚明体积大呀。嗯。小艾弗森，艾弗森小艾弗森体积大啊。实心球加乙，天平右盘放四个甲，左盘放五个乙，平衡。这个平衡是什么相等啊？质量。那就是四个甲等于五个乙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嗯。平衡与质量相等嘛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甲重还是乙重啊？质量，甲质量大还是乙质量大？甲的质量大。哎，四个赶上人家五个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五比几？五比四啊。五比四。这是不是错了？嗯。这是不是也错了？嗯。这是不是也错了？嗯。那肯定 C 呀，是不是？ C 是对。因为它体积是什么关系？体积应该是翻过来的。干嘛翻过来？凭什么？体积是不是一比一？人家给你条件是什么、哦？乱了吧？嗯。嗯啊，数学都这样啊，乱。体积是相等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找的是谁的关系？密度的。密度等于什么 ？m 比 v。质量比 v 是不是？是啊。他现在找的是什么之比？密度之比。密度之比是不是啊、嗯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用质量之比比体积之比就是密度之比。嗯。啊，质量之比比体积之比等于密度之比，那这是不是就一啊？嗯，五比四比一是不是还是五比四？是、啊。所以选哪一个？选 C。选 C。啊，这题稍微有点小难度啊。第六题，五百克的水能装满这个瓶子，那这个瓶子能装满五百克下列哪种物质？哪种物质？是不是？嗯。装下装不下不取决于质量大小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个瓶子是容积是一定的吧？是啊。如果能装下的话，这种物质的体积一定比这水的体积要、哦、小，小是不是？是啊。大就冒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体积是所占空间位置的多少啊？所以一定是你们俩质量相等都多少？五百克。五百克，你的体积一定比水要怎么样？嗯。小是不是啊？看这个公式，你质量是相等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如果你体积要是小。这个小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的密度怎么样？大。大是不是？嗯。那你看看这四个里面谁的密度比水大？盐水的。盐水是不是？嗯。那就选哪一个？选 A。选 A。这要是我做呀，我都不算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着啊，如果单选的话，那只有他一个比他大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要是选这小的话，那你这都得选，是不是？是。哼，都得选。都得选，所以肯定选 A 啊。好了，计算题啊，
空瓶质量是100克，装满水后瓶水总质量是600克，那也就里面水是多少啊？500克。500克是不是？嗯。现在改装某种液体，装满后瓶和液体的总质量是500克，那说明这种液体400克是不是？是。但他们俩都是挑来改装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说是同一个瓶子吧，两次。是。你说同一个瓶子装水跟装这种液体，这个水跟这液体应该有没有一个关系啊？体积应该是一样的。体积应该都等于这个瓶子的什么？容积。容积是不是？是啊。好，已知求解的，好，我就先解。我知道水的体积等于谁？水的体积等于 m。这个不，这种液体的体积是不是？是啊。这是我的一个已知条件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个就立方成，找一个已知量相等的立方成，你一步就做上来了哈。水的体积应该等于什么？水的质量除以？水的密度。水的密度。液体的体积呢？应该是也是。这种液体的质量除以这个液体的什么？密度是不是啊？对吧？嗯。那我只要他让我求的是这个吧？是。我把这弄出来不行了吗？嗯。好，水的质量是多少？500克。600减100，500克，对吧？嗯。水的密度是？一克每立方厘米。对的，单位一定要用一克每立方厘米啊。他们真正中考的时候，你这求解答，其实老师不会去严格要求你这个东西的啊。他要求什么呢？首先第一，你公式要对；第二，你带着数据的过程中，单位不能丢。啊，你说放到烟草纸上，我爱怎么写怎么写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放到烟草纸上，放到试卷卷面上来的话，一定要保留单位啊。而且现在单位的统一，你看我上面单位是克，下面一定要克每立方厘米，你地方弄个千克每立方米就错了，这克的千克没法约，嗯，也就错了啊。单位要统一。液体是多少来着？是400克。对，那500减100，500是水哦，不，瓶子和液体的总质量啊，400克。这就是我要求那个玩意，是不是？嗯。这意义不要看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多少啊？这个，这不就是1/5吗？是。是不是五个它等于四嘛？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肉液，你自己算一下啊，我这应该是1/5，就0.8克每立方厘米。酒精是不是？嗯。酒精。啊。但有同学可能分好几步做上来的啊，他先用600减100是500克水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然后拿水的质量除以水的密度等于水的体积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再拿这个质量400克除以体积啊，也行，是不是？嗯。也行，分步做上这部分一步做上来了啊，一个方程，你那是两步啊，做出来就行了啊。某人啊获得一尊金佛，这个抽奖的东西有时候不靠谱，你知道吧？你信不信啊？我猜的东西肯定是假的。嗯。他让他验证真金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他我不是提前备课的啊，我提前备课了啊。我是这么认为的啊，不是说乱了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第一次做这个题目的话，我也知道它是假的。嗯。你想这获得的是不是啊？嗯。能让你获得真的吗？是不是？嗯。看看啊，看是真的假的啊。质量是5.65千克，体积这么多，真金吗？有人说那真金不怕火炼，我弄火烧试试。你说你这馊主意。物理是神奇的，你干嘛不用物理的方法呢？是不是？嗯。我可以算算你的什么？密度。密度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质量除以什么？除以体积。啊。算多少？应该是。乱了这地方啊。5.65千克，咱们化成克得多少？6650。克是不是啊？对吧？是啊。下面是500什么？立方厘米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这是不是就是56.5除以5啊？是啊。56.5除以5是多少？嗯，我算算。你不用算，来1.3克每立方厘米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然后就是11.3×10^3千克每立方米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咱们净的密度应该不是这么多吧？净的密度19点几吧？嗯。净的密度我没记错19.6，这是不是你看里面掺了好多假？是，你这密度比真金密度小多了。嗯，拆看看啊。杜老师是个严谨的人，要看看前面是不是有个表格呀？有。快点，太浪费时间了。咱们聪明的时间是宝贵的。
哎，说十一点三，不是，说多少猜对了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好了，那是最后一个题目，休息一下，回来再看看兴趣班的知识。